到里边它退潮能退多远？几百米就都没有水了啊，都是滩的、啊、那也挺好玩的哈。涨潮退潮是因为地球转的事吗？月亮啊，对，地球转的啊，月亮的引力嘛引起的潮汐是吗？哎，朋友们，我们吃完大餐又跑到这个北海公园来溜达。这北海公园是哪属于哪儿的？营口的北海公园来玩来了。但是我来这个季节不对，实际上我出来这个季节在哪儿都不太行，除非上南方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季节除非上南方。江南就好了，江南啊，春暖花开。江南呵呵，这个季节在东北肯定是哪年都不对，都是叶没长出来呢，光秃秃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走哪儿都行。白嘴玻璃牛，夜虎狼。我们大伙就演夜虎狼是啥玩意儿？夜虎狼啊，夜虎狼。象螺、海尊和什么？玻璃牛。玻璃牛是什么玩意儿？就是那个灰色的那个小海螺。海螺啊，热乎了啊，也是热乎了啊。热乎了啊。嗯，龙岛秋潮。这帮人就县里最有意思，我们干的。可朋友们，我来到这个海边，退潮。现在这个时间点是3点不到4点退潮的时候，看下面那些人都是来赶海的。有点小啊，看不太清。哎呀，这个石头，你看看这石头。哎呦，妈呀，不行啊！人才让你六舅都趴下了，你那个翻过来就行。我上不去了。哎，这小洞里也挺好玩的。啊、哦，没多深儿。尊敬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洞里呀，腥好的，全是海鲜味儿。哎，老舅，你说这些沙子是不是全都是这些贝壳磨碎了之后变成沙子？不是，那个不是。石头风化以后啊，然后它碎下来。它为啥？你看这个大石头中间夹一趟小石头啊？那不是夹的，那就是。它两块大石头在都多少年以前可能是挤在一起的中间的缝，不是？你看，就这一趟。你看这个啊，看不到。就这一趟，你看像不像就砌在中间的一趟石头？它是一脉的，你往下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下走。哦，哎呀，连一起的。对，连的，一直通到海里头。嗯，对。啊，这些沙子就是你石头的沙子，对，这就是风化以后知道碎下来。我以为是这些小贝壳磨碎之后，它没有那么老多是吧？贝壳磨碎之后就变成粉了，啊，它就根本不能存在这沙滩上了。这个玉石你捡走回家切开，你就发财了。他今天就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，就发财。对，刚才还整了那么大一个玉石。老舅，你要学摄影啊？趴地下拍，太专业了。哎呦！你看我捡了多好看的贝壳，好不好看？有那么好看吗？你看，发没发现？你看，多好看啊！你看六舅，嗯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看这小玩意儿。那、啊、你认为好看就好看，咱们这有点事。我能减2斤出来。你减2斤，你就你身下这些东西，你说这个大领子，你说多少吧？你要把这个海滩你整成家去，你拿卡车拉都拉不走。这些200斤的也有。你用卡车都拉不走它。妈，太好看了。没来过海边吗？没呀、啊，我头一回来。头一回是吧？嗯。你看我这提议还是正确。太棒了！你老舅问我，咱上哪玩去？我说山里的孩子应该没见过海，哎。他首先提出是吃海鲜大餐，然后再上海上溜达。海鲜大餐也吃了。嗯，因为啥？他那手机别掉出去啊！
不能。他按照那个潮汐的表，完事看的上那个海边，说是咱那个海边几点落潮，几点涨潮。现在涨潮了。啊。现在正在涨呢。水往上涨。水往上涨呢，开始。再给我留着，那还不至于，留着它涨潮得涨很。你要到那个水边，你看那里边水呼呼往上涨。就是啊。朋友们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在海边热太阳落下去之后，这个风老冷了。看我的手，不会动弹了，看到没？哎呦我的妈，太冷了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太冷了。真诚也活